上小芒 APP 一元抢购新人专享福利，本节目由小芒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小芒搜企业，告别头发细软塌，本节目由 Simonets 企业赞助播出。克隆阿姨，我们大好吃的来了。哎，这不是你，这是味儿变了。老王，你后不后悔曾经说过你非常不喜欢周亚琼唱歌？不后悔，就是360度啊！老王从来不鼓励我，鼓励我可以鼓励，但是虚假的，因为我觉得你不值得我鼓励。爱你，但不是爱你的能力，我是爱你这个人。你怎么就是这十年，你竟然就不怎么就对我有所肯定呢？对我来说，国歌是种缺失，我就说这意思啊。咱们前十年。节目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指尖那个地方骨折了。骨折了？对，本来让我休息一期，我说这么精彩的节目我怎么能错过，所以也坚持来了。好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再见容易再见很难，这里是芒果 TV 首档婚姻纪实观察真人秀再见爱人，我们是追更团。上小芒 APP 一元抢购新人专享福利，本节目由小芒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小芒搜企业，告别头发细软塌，本节目由 Sevennights 企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婚纱照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赞助播出。何老师有一天跟我们俩聚会，对，说了一晚上，一晚上讲这个节目，真的吗？对，我们的节目的用心，很多网友都发现了，比如说每一期都是有个主题的，而且每期的主题都是一首歌名，你们发现没有？第一期的时候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这一期你们知道叫什么吗？叫什么？叫听妈妈的话。可能家人要来了，而且这一期非常精彩的，就是他们单线旅行了。终于来到这一天了。终于来到这，因为网友们就是很期待，就是因为三对在一起，可能碍于面子，有些矛盾我们可能就暂时不说。但是如果一对一的单线旅行的话，这。这次就是 real 了，期待了，对呀、啊。你被他控制住了，我跟你说。你说的是我吧？你现在爱王秀宇吗？哎，有一点点来电。我们，你也不知道咱俩为啥会分开了。你觉得现在掰扯这些有意思吗？你想听的我说不出来，我想说的你又不肯听，两个人在一起干嘛呢？我们三队分头行动了，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能不在一起吃饭了。张老师生气了，你去劝劝他们。怎么了？因为他们那个晚上的谈话无疾而终。张赫，你怎么了？没咋，没咋。好，行程都了解了，咱们出发。走吧。
这样，几位，我们先去拿一下我们的随身行李，然后我们各自驾车去到自己的目的地，好吗？那个三个车是我们的车吧？我拿了两瓶水，我怕路上万一没有水。哇塞，烤得好热呀！优总，他们俩一样这样。哎，这个也太奇怪了。你就是你也不能连续一直弹，你连一直弹的话，他也人家也是没法剪。我的歌连不上。行，你这他妈人家就是这样，你放音乐干嘛？人家就是不好。没放音乐。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话那么费劲呢？我不用你放音乐，我没放音乐，我知道你没放音乐啊。怎么跟你说每一句话都那么困难呢？啊？怎么突然？刚开始丢出去开始吵架。我说，比如放音乐，他们人家没法剪。你说我没放音乐啊？我不是早都知道了吗？那你为什么那样说话呢？就是很烦，知道吧？所有的小事情我们都能起，我们只要开车，我们在同样一辆车上，我们一定会吵架，一上车就会吵架。那我们这车能走了？好了，走了，拜拜，慢点开啊，一路平安，拜拜。哟，那上面好多牛啊。哪儿？那个羊在草原上。哦，快点！可是他们又瞬间没事了。懒得搭理对方，其实只是。来，小羊儿。他对他怎么那么好啊？他对他真的像孩子一样。张亚琼坐在后面，那我看前面开车。喂，你干嘛坐后面？他说我整让前面跟他吵架。张老师他们呢？张老师坐一起啊。我怎么有种感觉，他们俩？要复合？对，这他们今天都用一个冰淇淋勺吃冰淇淋了，是吧？一个勺吃冰淇淋了。还有个，我真吃不了那么多。吃不了放哪儿？哎，浪费！来来来。心动了呗？我觉得张老师还是一直爱着郭老师。他觉得郭老师不爱。我也觉得，但你又觉得他俩是想。那郭老师跟我说他不想呀，他是一个讲感觉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两天他有感觉。你说张老师这两天拼命的骑马呀，然后帅呀，在郭老师面前是不是有一种熊孔雀开屏的感觉？熊孔。其实你说咱俩，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归根结底啊，就咱俩这个，就互相老误解，你发现了？哎，就比如说你老觉得我急说话，其实我根本就没急，但你一说我急呢，我反而急了。还有昨天他们说的那个，我跟你说，我又磕到了。哎，昨天晚上他们跟我聊，就说你拍的戏，我从来不肯，肯定啊，或者是鼓励啊，我觉得我也挺抱歉的。哎呀。你怎么就这十年，你现在就不怎么就对我有所肯定了？真的这么惨不忍睹吗？我是觉得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一样。说的那意思不是在我的工作上给鼓励，就整体的生活，他只是拿那个事儿作为一个切入点在说。其实我言下之意不是要聊你看不看我戏的问题，它是一个生活上互相有一个关爱的问题，就是对你的关心有的时候是。不断的累积的疏忽哈，怎么说呢？反正也不能怪你，因为我觉得，就咱俩这个在情感上表达的很多点，可能是互相没有 get 到，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就是你说俩人点儿老没在一起，因为你在外边可能会碰到很多人对你的误解也好。或者说对你的一些，不认同也好，
那你回来之后，你跟亲近的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你有种安抚。你看，如果说那会儿你会对我有一种安抚鼓励的话，可能反过来就我也会这样，就大家可能变成一种慢慢的一种互相的鼓励，这种习惯了，良性循环了，对啊、哦、这说的好好啊，两个人，人家不是说嘛，说爱情在婚姻里最终都是会消退的，但是其实要找个能聊得来的人，你看就是所有的沟通都在离婚以后才发生，也有可能是我觉得也出于好心，觉得哎，对方听不懂，是不是我说多了，然后就把自己给搂住了，你也搂，我也搂，然后就全。哎，所以说啊，你说虽然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激烈的矛盾，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就这一点，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大的问题。前方路段限速60。要不然，那如果你要再找一个，你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你觉得跟你能匹配的呢？我不太在意他的外在的东西。比如长相啊，嘿，你不在意长相，你怎么当时就看上我了呢？你长得多一般啊！不是你觉得自己很帅吗？好吧。哦哦哦哦哦。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的时候你自己也不太适合婚姻？哎，有这感觉。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其实潜意识里也很害怕去被对方付出一些情感或者怎么着的？我不是，我其实。并不是说我不敢往出掏，我怕自己亏了怎么着哈，受伤，我是觉得会不会这样有点让人家觉得挺负担的，嗯，即将靠左前方，就是你如果往出掏感情的话，它太重太沉，然后你怕对方承受不了，对，有些人就爱得非常的非常非常深，我觉得那样也挺矫情的。哦，就是说你爱了之后你会很矫情的那种，爱得太沉重，爱得太，就你爱就会变得沉重，是这意思吗？嗯，太情深吧。你这咱10年我还真是没有感受到过。对呀、啊，你就是没有感受到啊，因为我不想那样，不想让自己那样。我根本就没有问过你，我这么爱你会不会成为负担？试都没试过，试都没试过，那太不公平了。那你觉得雅兄坐在后面，他们就不会吵架了吗？也不见得吧。刚开始我觉得老王是一个对他说情商为负的一个人。雅兄真的好不容易，但后来我会觉得相处久了就雅兄会暴露出他一些小的缺点。雅兄是失控型的，失控型人格。雅兄就是我都每天为他很担心，你知道，别说老王。前方路段限速60。你把那个手机，你看你放那儿去了，回头看都看不见。那你找我要不就行了吗？你从哪儿拿的？不能放回哪儿的地方去啊？我就不是从那里拿的，是你递给我的。我哪递给你了？就自己说的话，说着说着，所以说你为什么说话说的整天胡话？明明是你自己伸手，你刚才拿过来伸手把那个解开，现在又说是我递给你的，我一直开着车，根本就没有递给你。幸亏有录像，真的是办案。哦，是他自己拿的，没递就没递呢。那就为什么整天在说谎话呢？我不记得呀。不记得就不记得，为什么这就是谎话呢？为什么那么肯定的说话？明明不记得，为什么说话那么肯定呢？我就不是从那里拿的，你递给我的。我觉得就是你递给我的呀。这事实，我在开的时候我这没有递给你，不放原位。就是情绪，是的，内心有情绪了，就全是情绪，情绪背后有其他的问题被压住了。你要拿
身份证吗？车窗摇下来，上面写着呢。四面车窗都下来。别，我听什么？哎，只听着。四面车窗摇下来。哎呀，哇！你能不能闭嘴 ？Shut up！ Shut up！ 为什么呢？我的天！我一点都听不见，你就是一直在说，我就根本听不见他说什么吗？我都告诉你，你全部，你全部大部，你能不能闭嘴？能不能闭嘴？老王怎么这么凶、啊？我第一次见老王这么凶，就是你非常就是武断的很，你就不给别人机会，你自己干嘛就要？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已经告诉 我没听见，我想自己听，你非要给我盖住，你能不能就等别人说完你再告诉我？那时候时间很紧张，那紧张的话你就必须要闭嘴，让我自己听，你偏偏非要按你的意愿来，只要不按你的意思来，我就是错的，我就是不行。你说那个都不是真的，什么？我刚才就哇。我就直接告诉你了，就要你能不能不说话？那我没说话了呀，那我没说话了。好窒息呀、啊！我还说你没说话，我上次说了你之前，我不说现在。哎呀，前方170米。你走的是 ETC 吧？这个有 ETC 吗？他在说话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哎呀，为什么总是赶着别人说话，你说话？我看见你走错了，然后我就不说话。而且那个路那么简单，就是你不需要听导航，你怎么知道我不需要听？你为什么需要听导航呢？在一个关口，你就是只能往前一条路。你能不能 shut up？ 就是在我开车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要有的时候，不要有的时候你我没有说话，你还是会走错。你有毛病啊！我走错那就我的错，错好了吧？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是个人都能知道呀。我就是不知道，我在开车，听我的行吗？你就不要管行吗？你能不能闭嘴 shut up？ 我不说，我可以。就会因为各种类似的这种小事情吵得不可开交，然后问题这个过程吵完之后，我说好好好，我不理你哈，我不吵了。不，他一定要找来过来找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给我讲清楚。就是你总说你一想这样，就这样。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那样，你都要倾听，你要看一下周围人的到底人家是不是这样想的。别人甚至跟你说了很明确了别人的想法，你还是认为他不是那样想的。你看他感觉好绝望的感觉，我的天哪！哎，打通了电话，打通了。我回来了。快点儿，就等你一个人了。你跑哪儿去了？你在这，你知道12点出发的呀？就是叫你完全没有反应。你干，你啥意思啊？没有，不是你们聊。你给雅琼吧。雅琼去哪儿了？他昨天出来是不是凉了都？对你该吃吃了，不管他。那我包放哪了呢？我是不是给人的印象特别差呀？你自己感觉不到吗？我感觉不到。就是因为太自我了，是吧？是啊，你过于自我，你就是没有分寸，你知道吗？如果你上别的组的话，比如说迟到啦，或者你要学会稍微有一点点分寸。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我以前会觉得这种人真的存在吗？昨天郭姐对我说一句话，不要把无知当个性。对，无知是无知。你自己感觉不到吗？过于自我，你就是没有分寸，你知道吗？你把门开一下可以吗？什么？哎呦，不是吧，老王这么严谨的人竟然把
钥匙拿到车里头了。我自己来搬吧。分道扬镳啊！一句话也没有说，不可能吧？非常恐怖，都是些小事情可以吵得不可开交。我希望他很直接、简单的承认这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他会记忆很深刻，你才会真正的改变。那两个人相处啥呀？什么玩意儿？哎呀，这一路看得心塞。哇塞，这个太，哦，真的是很窒息。所以他们在车上这个吵架的感觉，大家就觉得是谁更有理一点。我觉得开始的那一刻，朱亚琼就直接往后座一坐，吉他一担起来，我就说老华就要生气了。对，其他两组都是啊，情侣情侣情侣，然后到我这里，好了，你把我当司机。刚那种窒息感，我感觉真的他们生活上面就挺容易出现的。但我觉得开车的时候，不是开车那个人，另外一方最好闭嘴。对，他还要看那个导航，因为导航他要说话。但是我觉得老王他是不是要稍微情绪缓和一点点？如果当时是我的话，我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说话？有问题我们解决吗？你这样太凶了，我会下意识的想反抗，我就要跟你吵，拼了命的吵，我想要怼你。那如果换一种思路的话，是不是老王就不会吵了？比如说撒撒娇啊。老王那个态度好难撒娇。对啊，就是想锤他的。又想锤他。老王有一个点，就特别容易一件事情扯到另外一件事儿，无非这个手机也就是谁拿了谁放回来这件事情。对，老王就说，你为什么要说谎话呢？你为什么你说了谎话不承认呢？上纲上线了，有点一下子上升到说谎这个事情。对对，老王想去听那些信息，然后那个朱亚琼觉得我告诉你就行了，对。但是他拒绝，两方都拒绝，就想说，他们背后就是有很多情绪的压抑。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俩的沟通几乎是无效沟通。无效沟通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叫人身攻击，第二个叫质疑动机，第三个叫过度发散。你会发现老王的沟通里面这三个时时刻刻出现。刚刚那个场景简直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告诉你什么叫无效沟通。这种沟通100次，沟通一次受伤一次，不会有任何的进展。而且其实我觉得说叫你他闭嘴其实是非常太凶了。那个是真的凶，气死我了。意见不合都很正常，可是说你闭嘴你不准讲这件事情啊，我认为是红线，连反驳的权利都没有。我可以拿另外一组做对比，你看像那个张科啊跟郭柯宇他们两个的对话，就有一种镜像式对话的感觉。你讲的所有的话我基本上都同一篇重复最后的一段，你只要承认对方的事情，对方也会觉得，哎呀，那刚才我也不是把这个看得这么重。我们之所以能降级的原因，前提是你要承认，你承认我就可以把它降级，你不承认我就得把它升级。你不承认迟到有多重要，我就告诉你迟到关乎人品。对，因为你不承认的时候，我就要把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增加，来让引起重视。对，就老王只要一坐上那个车，他就说，哎，亚琼啊，你今天可不可以不要弹琴，你坐在我边上好不好？那是老胡，不是老王。像张赫跟郭柯宇，他们的沟通好像越来越融洽。但是当他们要去直面彼此的感受的时候，两个人又非常的疏离了。我其实有一点不能理解，就是关于爱的负担的这个问题。我给你的这个爱可能会造成你的负担，所以说呢我就不表露这种爱。我觉得他就是负伤来的这段婚姻的。他们之所以会觉得爱是沉重的原因，是因为当我说我很爱一个人的时候，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付出还是接受，都有一个特色，只有付出给你我才能快乐。所以爱其实是有一种绑定的，只有你的接纳对我才有意义，你如果不接纳，那对我而言打击就特别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变成被动的。就我们这个讨论，其实他们也会看，说不定他看了我们的节目，反倒有很多的思考呢。学到了，学到了。下载小芒 APP， 新人专享一元购福利，爆款好物一元包邮到手。接下来他们又会发生什么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往下看。到达目的地，新区域。哦，到站了。走了。302，这里。哇，不错哎。还可以啊。哎，比帐篷好。那我们等行李到了，洗个澡去吃饭呗。可以。查一查附近有啥。你的羽绒服呢？还挂起来吗？嗯。哦，好重。拖鞋。哇，你真的很好哎。看附近有啥吃的啊。那。换鞋。羊骨小酒馆。小酒馆。嗯，我不想吃羊骨髓。居酒屋啊。有生鱼片不太敢吃，至少有一个有一个带酒字的。哎，哎，来了。来。哎，谢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还这么多箱子哦。真是裤子，真是裤子。啊？真是裤子。整点裤子。整整裤子。没有裤子。噔。我说你整整裤子。你刚刚不上厕所，行李到了你上厕所。你是在找吵架吗？啊？你是在找吵架吗？这是怎么了？就因为两句话，那个童老师没听清他在说啥。我觉得他一累啊，他其实对我也不是特别有耐心的。他又跟我发脾气，然后说我两句。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哎，不行啊，烦死了。我再去看一间房间吧。随你。哎，干嘛？他要去再开一间房间。哎。哦哟。你好。哎。你好。哎。啊、啥？哎呀！来听一下。哦，林黑的妈妈。送外卖。啊，他妈妈好可爱哟、哦！那我们不用出去吃饭了。嗯，哇，给丫丫带的烧鸡，我要吃烧鸡。哎呀，我想吃羊棒骨呢。我要吃烧鸡。吃什么羊棒骨？妈妈拿烧鸡，有干肠，这干肠我是我自己灌的。好可爱哟、哦！啊，好可爱啊！来，好好吃的，自己灌的，你来一口、吃点肉的。抓你在干啥呢？我惦记你啊，来慰问慰问你啊。我本来要吃羊棒骨呢，你过去慰问，给我整人盒饭给我吃。那我走。你这就慰问呢？那你说你妈重要还是羊棒骨重要？有、哎，拿捏了。今天肯定是羊棒骨重要一点吧？你要晚来个半小时吧，你吃上了，你就重要了。嗯，主要是干嘛呀？来了？旅游呗。
就是旅游啊。嗯。还不切入正题啊，试探。你行程差不多了吧？行程正好一半。是吧？我们家的内容是什么呀？你先吃完饭吧。是吧？嗯。太会了，瞎笑什么？你踩我脚干什么？KK， 你真的是。我估计他踩我脚的意思应该问我你怎么来了，让我 Q 他，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看我还不是因为。”那个你们两个关系的事儿吧，啊，小孩你看看，我是着急啊，我会他 Q 我，因为他前面也挺紧张的，呵呵，特别逗。对，我是故意的，我是故意不提这个事儿，我等他说，看他怎么开口。K K 有调皮的一面，其实还挺可爱的，挺可爱，他可爱的时候超可爱的。啊，我就寻思你俩在这儿很累，肯定的是吧？嗯，关键是开不开心啊。玩的时候挺开心的，没吵架吧？刚才不还？你说没吵就没吵。喝酒了？没喝酒，不要喝酒。啊？没喝酒吗？我觉得前面都喝酒了。一半了。达到效果了吗？还想离婚吗？意思是，对吧？其实我真的有顾虑，有想法，丫丫。嗯。我希望我们这个家是个完整的。哦。就作为我来讲啊，我是一直回避的，我从来没跟你谈过，丫丫。我不说孩子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其实。我觉得婆媳之间呢还是应当有一份客气，毕竟我不是陈慧欣，是吧？你跟陈慧欣来可以吵，跟我觉得我们俩要吵起来的话再好好不了了，那就是吧，有一个鸿沟。讲得好清楚的啊。他妈妈说得很好。哎哎呀，他为什么要突然换到这边？当你们谈重要问题的时候我旁观。那我能想知道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是身体有问题，还是你主观意识有问题？我觉得首先这不能用一个什么问题来去说它，只是一个选择吧，它只是一个选择吧。讲得好。当然就是身体嘛，就是因为这个年纪了肯定没有那么容易说来就来的。嗯，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您面我也不太好意思说，就是微微吧，有时候就比如喝酒啊什么的，发脾气啊什么的。其实有了孩子您也知道，我也不希望说只是我们在管他，微微肯定要参与的，是吧？然后其实像我的成长和微微的成长，其实父亲都比较淡，比较少。是，如果生了孩子，我不希望他是一个只有妈妈带着的，或者姥姥奶奶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不会的，这个不会的，其实没有什么，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很没有说服力啊。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他喜欢孩子的，我相信他有这份责任心，这不是问题。我对我来说我现在是有点恐惧，其实他们越积极的心态会让我越恐惧，对，压力越大。对，我想的就是其实我们俩真的也还挺好的。嗯，然后如果有了孩子呢，生活就会有个很大的变化，然后大家的重心然后心态上的调整反而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嗯，所以现在的想法就是还是先不要。那
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嗯，当然可以。嗯，有一天 KK 跟我说，我们想做丁克，不要孩子了。嗯，哎，我当时就晕了，说真心话，我都疯了，我那个心里，我觉得我接受不了的。如果当初就想做丁克的话，婚前就说，我不反对，你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那我觉得现在要说的话，我真觉得不舒服。从不了解、不认识、不接受、不喜欢到喜欢，包括现在是爱。而且我觉得这个家呢，有你是个完整的一个家。有你是个完整的一个家。如果说真的说为了这个孩子，说你就不想要了，我们又非常想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那就不要这个家吗？啊？真的说就是你俩说实在不要孩子，一吵一闹，说的我们就为了找一个要生孩子的女人，那会更好吗？哇，讲得好直接啊，妈妈。不知道怎么开口，特别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死穴，聊下去就可能会引起矛盾。QQ 的难点是左边妈妈，右边是老婆。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就会就是因为有这个分歧，所以才来这个节目。但是其实前几天呢也不是特别顺利啊，他其实每天都有喝酒。就我们去爬山，然后上那个山坡的时候，他就说：“童晨天，以后我再出去喝酒，你可不可以不要老念叨我，让我一直喝得够。”这两天的话，他一累啊，一那个什么，他其实不是特别对我也特别有耐心的，他就跟我发脾气。刚刚那个也不该走里边，该走外面。你走外面，你怎么走都不对。你走外面就可以直接回去了。胡说。那你以后不要做饭了，好不好？我没有权利让别人不懂我吗？谁要？你俩生这种东西来结局有什么意义？他老是在找后路，就是他没有那种决绝的一个决定在那边让我看到。对于我，对于如果是未来的孩子的话，都没有什么安全感，太不稳定。因为如果当我决定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我要付出的可能是几年的时间。再有个孩子吧，我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如果我自己还要工作，就这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在我一个人身上。但是呢，说实在的呀，我觉得生孩子是你的权利，是吧？生不生也是你的选择。但作为我来讲，妈妈为什么希望你有个孩子？妈妈就希望等我不在了。哎，别讲你。妈妈就希望，等我不在了，陈慧欣不在了。谁来爱你呢？是不是有一个孩子能够延续妈妈的个爱？等你到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你再不生就晚了。来呀，真的，等我不在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妈妈不在了。谁跟你说心里话呀？只有你的亲骨肉，把妈妈对你俩的那种爱，有个人接住，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一个心病，其实不敢碰的一个点。等到我不在了，我儿子有人疼，有个好女人吃着这个家，是我最大的希望。所以说，我不能说对人有要求，我只能说我的希望，希望丫丫能给我们家带来希望吧。阿姨可能还不太知道她主要这个矛盾点吧。我觉得，哎
其实我有几年跟我妈妈有很多误解，就我起初会叛逆，会觉得她就是来左右我，但后来我觉得她是有道理。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还能够怎么去面对生死，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儿。但可能有了一个寄托，人不会那么恐惧，也不会那么绝望。这是我的心，但我不希望你在我们之间产生一种有意见或者怎么样啊！我不是比你，我绝对不比你，雅雅。嗯。我不会说你是我的亲姑娘，我拿你当我亲姑娘，我当不了。媳妇儿就是媳妇儿，你没在我这个怀胎生出来，我怎么能那样贴心呢？但是呢，我会喜欢你，是尊重你，爱你。说得很好，也挺实在。对，确实，我妈单独在后面，包括我岳母，就是我们几个有聊过几次。其实我是都站在你这边的，对吧？是的，是的，是的。他总是给我上课，跟我说这些事儿，死劲让我接受，还告诉我什么的，我们的人生我们做主，我生不生孩子跟你有关系吗？他跟我的生活呢，他呢很强硬的站在你的立场上。还是帮童晨杰说话的，那很好哎。但是后来我想，最终目的我真的要了一个孩子，你俩不在一起，我做也好，闹也好，把这孩子生下来了，那他生活都不幸福，没有你俩那么好，整天因为有了这个孩子，他俩在闹，在跟那个人在整，那我图什么呢？我自己成了矛盾体了，这是我来的也纠结的一个问题，我图什么呢？图的要一个孩子，完了没有一个那么好的优秀的媳妇儿。我还挺害怕的呢，可以给我找一个女人给我生孩子，跟她过了，那我丫丫怎么办？谁会有丫丫那么好？哇呀！谁会有丫丫那么好？你这是，还是有。我妈经常跟朋友说，哎呀，我自己都羡慕我自己。真的，他们都说我好幸福。然后我说，哎呀，我说我自己都羡慕我自己，我真的幸福。你看这个就是都退了一步来讲这个话题就舒服多了。他挺明智理的，其实这个妈妈。其实来之前我觉得90%有一个决定是不想生，但是现在可能有点犹豫，然后还在思考中。哎，谁呀？是羊棒骨到了吗？等一下，哇，老妈来了！哇，老妈来了！想动吗？他妈妈她好活泼。哎呦，这个人来了，嗓门了。哎呦，阿姨演小米似的。你也不认识我是吧？哎呀，我好几天没看到你，哎呦，我的娘哎！我们家都是表演艺术家。这是我的女婿大人的啊，这是我是千里迢迢从上海带来的，你的训，你千里迢迢的，我以为千里迢迢把杨棒骨从那个上海带过来。你这两天在来干嘛了？你们哎，进来台词都是一样的。哎，我今天好漂亮啊！好漂亮，刷新刷新了呀！假睫毛，真的假睫毛，怪不得。我花钱了164块啊！你们这次来聊孩子的事情了吧？嗯，我一上来就直接。他也想要。聊得怎么样？聊得本来挺沉重的，这你们都来了，就变成喜人喜剧了。什么喜剧了？孩子的是要生一个的，你说对吧？也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装嘴巴你画的，这个装嘴巴你画的。这个女的不认识，哎，小孩生完了，先把这个水化妆慢慢谈。实际上我们家庭真的挺好的。像我这个女婿，我可以说我是满意的。你在我的心目当中，真的你是个好女婿。哇哦。啊，他经常带着两个妈妈旅游啊，真的好不容易啊，这个。他其实是开心果，很会来事儿，家庭的快乐啊。对，好好啊。我一直很认可你，不是叮咚这个红包的事情，对吧？平时哎跑进跑出哎叫我老妈老妈，
很亲热的。有时候我们过节的时候，妈，来，我们喝一杯。实际上我已经戒酒了。哟，陪他喝，他就喝多少，我说你喝多少，我也喝多少。这是我的不对啊，对不起女儿，她又喝酒了，对吧？再一次的喝酒。反正大家都是自己的，今天女婿大人嘛，我也实事求是说，实际上我要外孙的心是很切的。我的婚姻状况你也知道的，对吧？因为同城街是单亲家庭，我也不想因为我的婚姻状况造成你不想生孩子啊什么的。这是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凭良心说，妈妈这个妈妈就越当爸爸越当妈妈，对啊，一路上把你呵护的是挺好的，我也自己也很辛苦。嗯，这个他明白的，对吧？我从来也没这么就是说过，是心要说这个话，心里也很痛的。哎呀！但是你今天能够承担到现在这个地步，实际上我是很开心的。我太能理解他的这种感受了。嗯，我特别特别能理解。是。其实我是很心疼他的，我不想看到他这样，伤已经好了，但是呢，有的人没办法，又要把伤割开来看看。因为真的我是对不起你的，丫丫，我这里在这里说一句，妈妈对不起你的，妈妈对不起你的。其实我不需要他这种道歉，就是我没有到要怪他的这个地步，没有什么好责怪的。他妈妈从来不会说这个话的，就是说我的婚姻影响了你，对不起你。我也理解那个我亲家的那个难处，其实有些东西，婚姻也好，生活也好，不是你能来决定的，也不是你说好就能好下去的。哎呦，这两个妈妈都挺好的，是不是？刚才那个我们丫丫说了，这个东西呢也不必非得今天就把这个砸下来。那对对对，但是说我们现在在考虑，愿意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且我们的前提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持现状。对对，我们两老的也宗旨就是无论怎么做，我们不想把这个家分开，我们在一起一家人，是吧？对对对，很融洽的啊。其实我的心情想说，妈妈还是挺看得懂事情的吧，如果不生呢，那难道真的要分手吗？婆婆说就是还是不希望我们散。这个让我挺感动的。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好的种子，起码表象上的接受它也是有内心的一些变化嘛。可能你这个事儿不一定能做成，但是你把好的种子先种下去，等着它慢慢发芽。肯定这一句两句不会怎么样，但是他能把心敞开了，我们能交流了，我们敢说这个话题了，原来这个话题是我们不能碰的，我还挺快乐的。就是说他能知道我，知道我的心，我就觉得挺好的。但是很多事情要有一个人出来下决心的。酒的事我肯定可以控制的，要戒这是不怎么容易的，我们慢慢戒，对吧？哪天我们的宝宝出来了，宝宝哪个奶瓶，你哪个酒瓶，对碰，哎，宝宝喝酒少喝一点，宝宝你喝奶，不是很开心吗？你说对吧？什么鬼？哎呦！我可以吧？真好，这个氛围啊，好融洽。差不多了吧？差不多。行，我觉得再说一句吧，咱们这个就很难收场。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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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待会儿微信啊。很可爱呀，这两个妈妈，整个的家庭氛围感觉是还不错，非常融洽的哈。我感觉现在同城人压力很大啊，
哦，三个人都有要生，对，婆婆自己的妈妈其实都想要小孩。你说童晨姐压力多大？二老在哭，对 ，KK 在旁边沉默，对，就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但是在这个里面，其实你也看到，KK 哈，其实我觉得她是做得不错的，在自己妈妈面前，她也会替童晨姐说话。她说能不能不要了？我们就做丁克又怎样？证明她在背后，她还是理解、支持童晨姐。她觉得说。那我们就真的就我们俩过日子又怎样嘛？啊，他也动过那个念头。可能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压力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两个妈妈。对，我想为童晨姐说一句话，就我其实会有这个压力。这两年吧，然后我妈就开始催我，还有身边的各种人会催我，你要不要生二胎？他们是觉得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或者是为了我女儿好，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我经历了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第一胎是怎么带过来的，我这几年很辛苦，比如说我生完孩子，我五个月我就带着孩子出去拍戏了，我晚上还要起来喂奶，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但他们会觉得，哎呀，反正总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嘛，早晚都要生，或者怎么样，现在又生两个多好啊，生个家庭多好。你自己经历了的那种压力。对啊，就是我觉得生孩子它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现在有想做的事情，说不定我过两年想生孩子，那我再生嘛。你后来跟你家人沟通了以后，他们现在还有这方面的压力给他们还会有，但是我觉得我还年轻，我想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还没有到那叫什么理想生育的这个、啊、对对对，还没有达到那个界限、啊、对对对，还没有达到我们两个社会实践是干什么？不要说伤害我们。聊着聊着你就聊你自己的，突然间戳刀了。对，而且你已经有了一个了，还在这儿说，说不定你哪天又很想生了。所以，因为我觉得女性，你生孩子这个事情，无论是多么谨慎的考虑，都是不过分的。嗯。但对童晨姐来讲，她三个最爱的人，在她面前形成一个整体，她其实的确是。非常难做的，所以他此时此刻面对的不是说我生不生这个问题、哦、而是说我怎么跟三个爱的人重新去处理关系的问题，是这才是他另外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可能是因为年代真的有差别啊，我觉得劝人的时候有些用语啊，其实我们要往新的地方去，敏感的地方要注意啊，比如说像刚才一坐下来就说，我希望你们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嗯，以前这样讲是很正常的，完全没意见的。可是现代人你这样听的时候，其实雷，对，都是现代的雷区。其实我觉得像 KK 的妈妈和童晨姐的妈妈，我觉得我希望网友们千万不要去攻击他们，因为他们那个成长的年代跟我们的年代是完全不同的。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做到了他们能做的最好，而且他们讲的是不是全是错的？不是的，所以这就是他们时代的烙印。然后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他们很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我觉得这个妈妈说的话非常好，她说你不是我生的女儿什么的，我肯定不会是像你亲妈妈一样对待你，但是我很尊重你，我很爱你。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了。所以我觉得 KK 妈妈有一个特别好，就是媳妇是媳妇，但我尊重你爱你是把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之所以喜欢你，其实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这一个是个最高评价。真正的是人和人之间要有边界的。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KK 跟童晨姐两个人就是单独他们的相处的这个模式，是不是特别和那个就是三对在一起是不一样的哈？但我想是不是就是正常相处了七八年的或者很多年的夫妻，他的相处其实也不会说是很热情或者很，其实就是在房间也就是很冷漠，这不是不是一种正常的这种在一起的老夫老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累了的状态。对。就是说你会有精品的一面和废品的一面，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把精品的一面展现给外人，回到家里就那个废品一面。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就真的就对自己最亲的人往往忽略了很多。所以我自己经常有一个理论啊，就是说我觉得我对所有的外面的人我都很真诚，因为你们还不值得我来表演，我只对我的孩子跟老公父母有表演的成分。
因为他们太重要了。我非常非常同意沈老师的这个话，对，我也非常同意。所以这真的是观察出来看，然后就会自己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看后面发生了什么啊。曝晒了一天，赶紧用它来做一个头皮 SPA。 那这款 7 Nights 的头皮护理液呢，它可以改善头皮的微生态，然后帮助我来解决头皮出油啦，还有发炎啦等等的问题。那这样的好东西我一个人独享好像不太好啊，还推荐给我的好姐妹们。我们在外面晒了一天，就觉得头皮有点热热的痒痒的，然后我就用这个头皮护理液刚刚按摩了一下，非常舒服。你帮我试试。其实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只要在你的头皮上轻轻的按压一下，每天用了3-5分钟，然后非常的舒缓解压。换个睡衣。要不我再去开一间房间吧。为什么又提啊？为什么？太怪了。我们可以合衣而睡。现在不跟老张一块睡，我不太习惯。那你跟他们换一下。因为老张在哪儿呢？哎，你们都在哪儿啊？离我远吗？晚上要不要一块吃饭？想不想去下馆子？还真要走。今儿歇歇吧，今儿太累了，在酒店随便吃一口，随便吃一口，然后就早点休息了，这样。他10点多了都已经，还出去吃啊？太晚了吧。感觉自己不行了，你知道吗？转出去溜达溜达，找地儿自己喝两杯，或者是找个按脚的地儿。就闲不住这种人，你知道吗？我是一份。喝一杯吧。他明明知道他老婆不喜欢他喝酒，他还出去喝酒。杨棒骨，他真的是可能馋酒。哦，他可能不太舒服，吃的刚才。装块袋子呗，我想多装点酒。好啊。啊，我不去，你去。我去店拿了矿泉水，我不去。对，你帮我装好了。酒的事我肯定可以控制的，我肯定可以控制的。他买了这么多。哎，他妈晚上刚来说过他们。对，买那么多。这哇，哎，这用来健身是吧？太沉了，自己买的酒跪着也得抬回去，这太重了，哎，辛苦了。哎，大哥，喝一罐不？喝一罐啤酒吧。他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他想要组局啊。
来吧，来喝两口。他想找个人去陪他喝酒。就是给你买的，快来坐会儿。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别拍了，快，喝两口，喝两口再拍。来了来了来，来一杯了，兄弟。搞一杯来，来来没事，没事。来，搞一杯来来，搞一瓶，给你面子了，给你面子了，快了。这酒特别难喝，你快帮我喝一个。买错了。快点，快点，真的不骗你，一点不跟你客气。好，哎，那个小哥叫啥来？让他坐在那儿，我其实心疼他。他喝不了，他在卑鄙。啊、哦，你看看。他喝不了，他在卑鄙，卑鄙，卑鄙，卑鄙。我觉得工作人员很聪明啊。这样提醒他，他辛苦啊，毫无反应。我老婆估计该呼我了。他为什么在这里睡？等他呗。十分钟，来，再喝十分钟，你回去了。老婆已经问我了。来一杯了，得意了，得意了，得意了，我起立报令。几分钟啊，我再不回去，人家领导又要开我的会了。问题平常开会，现在家里还有摄像头呢。他不说他十分钟就回去了吗？明白童老师为什么不让他的那些朋友在一起了。都一点多了已经。我在房间里等他的时候我是有点生气的，因为其实都很累。在我们唯一独处的这一个晚上，这个人不见了。这好像有点过了。找他去了哦。哦。哎，各位兄弟，不好意思，各位兄弟，各位兄弟，我就先回去了。我就要爆发。坐坐。怎么还带着我？再回去。没没没，那是花呗，你花呗。啊！哇，他还帮他拿点吃的耶。哎，长得形象，形象，我那个你这样的，你代表你自己，好吧，敬一下这位各位帅哥。敬大家一杯吧。谢谢谢谢谢谢总，还是很给面子的哦。对，体面的，他就是体面的呀。哎，开心，现在我就放心了。就是在这个节目里，人是缘分的，你存在我的生命里面，你跟我在一起，我就要对你好。因为我不管别人，我就这么任性，就想跟你在一起。那个童老师，平常啊在家里，我跟他结婚七年，我跟他取的外号叫不舒服，就是他没基本上舒服的时候很少。他80%都在不舒服。我跟你说，世界上能受得了的女人没有几个，受得了你的女人没有几个。他家就有三个。啊，现在也没别的可以炫耀了。就是这样清醒着陪酒，真的很累的。童老师真的很好啊。差不多了吧？啊。2:30左右，那天晚上我喝了3点酒。张赫，我是问你，我为什么要6点？我妈的，好了，要6点起床。哎，不是，是这样的，我们俩都喝到3点，你为什么不12点回去睡觉呢？因为我爱他。你找他吧，一会儿发给他。
对，他喝多了，喝多了。这种事情肯定不是第一次了。我觉得不会改了，不会变了。其实有时候他兴致高的时候，我也觉得还行，就是有时候这个度吧一过，你就会突然就很生气，很生气。来，这么多 K 歌了，走，走，睡觉。哎，聊十分钟吧。聊你个头啊！走，他没完没了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一直会聊下去。走不走？我的妈呀！我的拳头已经攥紧了。不要带我回去。带你回去。就我觉得人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后果呈现在他面前之后，他才会觉得自己要改。如果没有痛定思痛，我觉得他改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把后果呈现给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把后果呈现给你。后果呈现给你，呈现给你。我可能崩溃了，真是有一种要疯了的感觉。我想回去了，你去吧，留我一点，好吧？啊，留我一点。不应该再喝酒了，就是你想要的，你成功了，你成功了。什么情况？在他心里觉得我是要害他也好，背叛他也好，都无所谓。但是我让你知道的是，你喝酒真的会误事。到底搞的什么？追剧的时候就这种，下一集必须得看。对，天哪，这个还是很严重啊！到后面、从几点钟出门的？10:40。就算他买酒回来在11点，所以他喝到2:30说结束，而且还不是自愿结束，是童晨杰拉着他，拉着他走。所以这就是童晨杰担心的事情。对，而且这次是还好，他们在同一个空间，就是都在酒店里面，他至少知道他跟谁在哪干嘛。他如果是平常的话，他去到哪跟谁，就是有各种意外的发生。而且你喝完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重点就是，你真的就是他不回家是真的很难睡。而且还有一个很严重的点是，明明晚上的时候跟两位阿姨答应了好好的，说啊我又不喝了不喝了。然后呢又去买酒，而且 KK 前面访的时候他还在讲说至少妈妈来谈了，把了一个好的种子种下去了、结果没想到你晚上在这种子上面浇酒啊，这怎么发芽呢？哎，我有另外一个猜想、KK 他是一个表演型人格，所以表演型人格的话他可能需要观众，他不会一个人喝酒，他喜欢找人一起喝，就是说如果回到了房间他跟童晨杰两个人单独相处，我的观众就只有一个了，他内心得不到那种满足感。那主角喝的话他就是有观众，就他的舞台在那里，对，然后呢我就可以跟大家喝啊，可以交流啊，高谈阔论，对，高谈阔论，实现自己的让自己的有这种的满足感哈，很容易认定。那如果很多人聚在一起那喝茶能不能喝酒呢？你就可以助兴嘛，然后喝着喝着自己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讲的越来越多，对吧？然后有一种自我欺骗感，好像我越来越厉害。对，我很同意胡老师讲的，喝酒这件事情啊，酒其实不是重点，其实那里头真的没什么人在应酬。而我认为在酒桌上是成年人的权利加酒，在这个酒桌上我们有一个终于撕掉了过这个白天的或其他场合的权利标签，我们这边重新贴一个，在这个场域里头有一个新的标签叫做谁最能喝谁最了不起，谁喝酒谁就是朋友，对，谁喝酒就是兄弟。你看在真实的人生当中，你要一个人要来证明自己是可信的有价值的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迷上的其实也不只是酒而已，他迷上了那种在这里终于我是个 somebody 的感觉。如果你过于依赖那样的感受了之后，那你在真实的没有酒精的世界里面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他才要天天出去找朋友。
我觉得喝酒其实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像这种，像那种 KK 这种，就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去找人喝酒，我觉得这种就有点不太好，我觉得。而且一个人一旦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会让你这个人讲的话一点都不值钱。对，好吓人。KK 他说，哦，我其实我有了小孩，我会很负责的，我其实很爱孩子的，我会当个好爸爸的。可是在谈完这一段之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少数你讲的话，我没办法信啊。任何一样东西你展现不出你能控制它的时候，那就代表我不知道我在跟谁沟通，因为你自己都不记得，我跟你计较这你不记得的事情有任何意义吗？很失信。第二天我相信童晨杰跟他说这些事情他根本不记得。对，而且他开酒局之前工作人员还特别提醒他，他说，哦，我不喝，我要备孕。你不也在这个状态里吗？对啊，然后他当没听见。我跟你讲这个事情童晨杰可能还没有听到，童晨杰要是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他肯定会更生气。他是知错犯错 ，no 作 no 带，这是 no 作 no 带。哎呀 ，K 哥呀！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设置的特别好，因为他们开始单线了。我们以前只是觉得哇问题存在，但我们此时此刻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是觉得在我们这一趴里面，真的是越来越走向高潮了，就那些点在一点点越来越清晰了。现在啊，我们单线两组看过了，那边自驾游变成吵架的，这边刚刚保证完马上因为喝酒变成一个闹剧的，我们就寻求张赫跟郭柯宇能够带给我们一些一点点甜吗？来吧，我们继续啊。哎，但我们没有紧接着看他使的是什么招哦。他直接留到下一集了。郭柯啊，我先下楼啊，我下楼把那个车的空调给打开，要不然太热。你待会儿直接下来就行。好贴心啊。对。你稍微快点啊，咱们吃个饭，群魔鬼城路上还得一个多小时呢。啊。郭柯，你好了吗？我在车旁边呢啊。张赫老师只要过了12点，他就会开始催。对呀，啊，你看那美国都是，哎，好有压力。哇塞，热呀，啊，热呀，啊！哎呦，自己的天气只能自己带。他真的很自恋，是不是？硬汉的自我修养。他们没有约好时间吗？防晒都补过三轮了。谢谢。你把包那个随身包搁后边。你是给我发短信了吗？对，我根本顾不上看。精心打扮了，约会呢？哦，这20分钟等得值得。他们好像市里就温差就没那么大哈，就是草原上温差大。嗯，我估计那草原上海拔高点有关系。克拉玛依西，前方有违章拍照。你知道我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就买过一本书，是一个作家叫李娟，他写的《阿勒泰的角落》，好多年前买的了，一直没有看。然后之前要来新疆录节目，我才把这个书拿出来看。就是你买了它，你就以为你拥有它了，但是你从来就没有读过它。那这种沟通好舒服啊。那咱们现在去那个地儿是不是就经过阿勒泰？因为刚才高速不是看见阿勒泰的方向吗？刚才你说阿勒泰我就突然想起来了。你开车我给你读百度出来的魔鬼城的介绍吧。行啊。嗯，
他说关于魔鬼城有一段神奇的传说，传说这里原来是一座雄伟的城堡，城堡里的人们勤于劳作，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伴随着财富的聚集，城里到处都充斥着尔虞我诈，每个人的面孔都变得狰狞恐怖，天神一怒之下把这里变成了废墟，城堡里的所有人都被压在废墟之下，每到夜晚亡魂便在城堡里哀鸣。还好我们今天晚上不是在那儿露营，不然挺瘆的，是吧？传说啊，不是，因为我看那个有一些驴友的介绍，就说晚上其实在那儿就是因为风声嘛，不知道那个地貌形成的风声呼啸的声音，其实挺像，挺有点那个鬼哭狼嚎的那个劲儿啊。哦，这样。好甜啊啊！磕到了，磕到了，磕到了。不过去一个地方要能听到这个地方的一个传说。感觉去的时候会更期待，或者说那个地方在脑海中更神秘了一点。你要不读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就到魔鬼城一看看，也没有思考过他为什么叫魔鬼城。骑个骆驼，对，骑个骆驼。你这么说我骑骆驼感觉有点害怕，人在底下吧。一个愿意分享，一个愿意听。魔鬼城，从外头看就有点魔鬼了。哇，好美哦！魔鬼之眼广场，你看雅丹风景街。但是你刚才车上读的那个，它就是一个传说嘛。但是这真是一个城吗？把这个 Osmo 打开。郭老师，第一次到魔鬼城是什么心情呢？就是觉得热，快成烤包子了。郭老师今儿裙子有点飘逸啊。对吧？谢谢你的夸奖。这感觉是司机跟女老板共进晚餐。啊，对呀、啊，一直是这种情况。你是这样想的？啊，我们是不是要坐那个小火车呀？魔鬼城，我们来啦！然后呢，就尴尬了，没有那么多话。这个城里，在传说当中，原来那些被欲望膨胀的男女，把他们埋葬在了这座城的地下，有点瘆得慌啊。哎呀！一望无际，这还能转过来自拍呢吗？入入镜，郭老师。魔鬼城。哇塞，苍茫的美。你拉着点我。怎么了？怕我那个什么沁出去。哎呀，好甜啊！属于他们的蜜月旅行。前面那一堆看着特像潜水艇，下面有一尖儿，看见了吗？是不是后边那一艘潜水艇？嗯。太神奇了，天然形成。骆驼，郭老师。你都不跑的，让你。比划两下的吧，可以走两圈，估计是看看骆驼去。哇塞，这骆驼可以两个人骑一个啊？这个那咱是两个人骑还是一人骑？那咱是两个人骑还是一人骑？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哎，都行。那听你这意思，你想一个人骑啊？两个人骑啊，两个人骑啊。这骆驼跑不起来了，往后坐。我记得有骆驼也是能跑的呀。来，美女，好，回来我来给你拍照啊。踩哪个上来？直接上，直接上。哎呦，哎呦，呵，
太急了，别上个火了。哎呦，哎呦我去，哎呦喝，哎呦，哇，甜的嘞。这个路子好温顺的，都是。嗨嗨嗨！你可以拿你那个自拍。我已经够眼睛都看不过来了，我还拍。对，我来拍。你是拍咱俩呢是吗？啊、哦。我看那个相机模式在哪儿？哪摁哪个呀？摁这个，我来看。行。摁这个，我来看。哇哦！拍照。是拍照了吗？好，按红点他就拍照了。我看着我嘴都合不拢。这还是再见爱人吗？那个好像就是狮身人面，你跟埃及那个好像的，是挺像的。这真的很像。哇塞！大哥，这魔鬼城原来是个城吗？原来是个淡水湖，这淡水湖，哦，这是湖底的样子是吧？湖底的样子，一片湖底，这原来是一片湖底啊！真是啊，这湖底真像一个城一样啊，露出来之后，你看那一个一个像不像房子？是不是？就自然形成的全都是。哎呀，湖底是这个样子的。你今天就没有骑马的那感觉了是吗？没有骑马的感觉。那你后边是不是特挤啊？挤不挤？挤倒还行，但就不知道骆驼跑起来是什么感觉。别让它跑了，大热天的。看小飞机，呜，结束了。不好，不好。哇，好细心呐、啊！啊，哦，啊，他很乖的，其实挺慢的。对，我先下，你就下吧。你先下吧。不知道怎么下来，侧着下。哇，这种小细节，这种肢体接触好多哈，太甜了。OK， 啊、哦，谢谢。拜拜，辛苦了。拜拜，继续向前。世界魔鬼城。哎，张赫，这有这个能玩吗？动力伞观光体验，像降落伞似的。降落伞啊，啊，就这种。不，这个在三亚不都玩过吗？他就是得把你拽下来。你说白了还是有点恐高是吧？越野车都刺激啊！我带你一跑一圈，还是恐高啊？郭可宇故意试探他。我们坐怎么坐呢？你郭可宇，你想坐前头坐后边？可以两个人一起一个。那咱是两个人骑还是一个人骑？你郭可宇，你想坐前头坐后边？我都行，那我坐后面呗。不是你需不需要我跟你坐一块儿？我怕你。不用。不用。哎，不用。不用啊。哎呀。哦，哎呦，我知道了。赫赫，快坐后头，坐后面，坐后面。走吧，野起来。哎，都坐后面。帽子会飞掉的啊，帽子一定要抓住。会飞掉的，一下就掉了。这么恐怖吗？抓紧点啊，还挺晃的这个。我帽子都晃了。你也套上呀。哎呀，我去，怎么听着有点刺激呢？是挺刺激啊，越野当然刺激。哇塞！呜。那个帽子已经吹掉了，帽子已经吹掉了。哇，小鸭下扬下扬。呜呼！哇哈哈！刺激！哇！呜呼！好，上坡了。哦。我怎么觉得跟坐过山车似的呀？玩吧，好玩，我就喜欢这刺激的，太帅了。
走，下去看看天顶去。头反了，不行了。我感觉我已经雕像了，都没法动了，手抓的。我去。哇塞，我这头发都吹立起来了。太刺激了，我眼睛都睁不开呀、啊哎。刺激的，刺激的。你说这有没有回声啊？应该没有。这应该没有。风声太大。嗯。到晚上不知道就。有的。有吗？有，你再来一个。那边，在那边。你失散的兄弟。回应我了，他回应我了。魔鬼城里也有人儿，也有人儿是吗？哎呀，我都不会画了，我都不会画了。说都不会画。那个张赫，嗯、啊，你随便挑个好看的石头给心智带回去吧，他自己老喜欢捡石头。好看的石头，你捡一块，我捡一块，然后跟他说是从这儿带回来的。好温暖啊、哦！我给他捡的是这个。嗯，我看你捡一什么样，这么大的。我给他捡了两个红色的小石头，这边也很多。哦，一堆，这谁捡堆在这儿？这应该是谁曾经捡的？堆在这儿了吧？是吧？哇，这些石头还真挺好看的。儿子到这儿疯了，他肯定他超喜欢捡石头，给他当那个种画画的镇纸也行啊。这个就是猪肝石，回去可以给儿子带回去。金丝玉石，这是一个玉石，他们当地盛产的。这个你看，是红的都发紫了那种。哦，对视了哈。哎呀，那边那俩，最远处的、啊、那两个，你说那两个尖的，像不像骆驼的背？啊、下边是骆驼的身子，两个像驼峰。啊，嗯，像的。我哥，你可以在这个对，在这个对这个位置 ，OK， 哇，很好，很好，靠近一点。嘴都笑不开了，都干了。这多像老夫老妻那种感觉哈、啊。再给你拍张照片。哇，这简直就是直男拍摄，真的被甜到了，在这离婚节目吃糖了。你还可以说几句台词啊，说队伍人都齐了吗，我们继续行军。傻不傻？拍到我了吗？又没有，只拍骆驼了。哦，那漂亮。我的妈，打卡成功。拜拜了魔鬼城，有缘再见。郭老师，啊，你要自拍的吗？看上你了呀。啊，我在，我曾经在过。拜拜魔鬼城，继续上路，下一站那直接去吃饭去。嗯，这个地方值得他们纪念。嗯，你捡的这个是好大啊。你没觉得这个更像那个什么玉吗？玉吗？哎，我能不能这次宰你一个和田玉的镯子？大姐，咱俩离婚了，你怎么还老想着宰我呢？上一任买了条裙子，然后现在买个镯子。你能不能送一个什么离婚纪念礼物给我呀？啊，我给你买个镯子。我戴什么镯子呀？哎呀，戴嘛。哎呦，完了。你给我一个镯子，我戴不了，反送给你。去吃饭去。我这儿好凉快啊。
怎么样？感觉咱俩第一次旅行？嗯，挺好的。挺好，言简意赅呀。两个人旅行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原来都是带着儿子一块儿。还好啊。好吧。又不说话了。咱俩结婚这十年来，我觉得是第二次两个人联手干的一件事。还有是哪儿去哪儿？就是一块儿制造了儿子。啊。那顾客其实你应该找一个会特异功能的，有他心通的那种，马上知道你在想什么。吃菜，闭嘴，闭嘴。请进。哎呦！啊！谁来了？我是张赫的三姨，他亲妈早就去世了，我就相当于就是他妈。哦。听说他俩都在这儿呢。给他俩撮合撮合呗。撮合撮合。他们还是有感情，不能说没感情。听听柯宇想不想复婚呢？哎呦，走，快，你坐这儿，三姨来。坐，三姨快。你这是瘦了还是胖了呀？瘦了，肯定是瘦了，瘦了哈。坐下聊吧。你没有觉得我变漂亮了？漂亮了，我说你瘦了吗？心情好了是吧？对呀，就人心情真的是很重要。有人爱的女人就是最漂亮的女人，你是不是有人爱了？你现在是不是有男朋友了？三姨很幽默哟，很直接呀，被你看穿了。有了，我到时候私信告诉你，你帮我想想把把关。真找着了？哎呦，三姨白来了。没有，现在。当时心里挺高兴的了，家和万事兴了。你们俩怎么跑这儿来了？十年没旅游过，来旅游一次吗？度蜜月来了。最强助攻。中间什么乱七八糟？你俩就是这个来的是吧？就是弥补一下，算十年当中间算没旅游过，算这次算旅游一次呗。我还以为你们俩是被这个节目的名字给吸引了呢。你看啊，再见爱人，对吧？再次见爱人，好有说服力啊！我说你俩是不是想好呀？对吧？不是，再次见到亲爱的人，对吧？再见爱人，那我是这么想的呀。所以我认为，你俩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想来，正好是个机会？那我这对吧？3000多公里，我过来了，是吧？嗯，那我得你得过来助力，给你们喊加油。所以我上来就先说这事儿啊。你看，我还没吃饭呢，就先说。是。还想做做你俩工作呢，还以为你们俩是为了这名字来的呢，看让我失望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呀？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不赞同。你相信我的话？不是真的。其实有很多家庭为了维持一个所谓的婚姻的完整的假面，然后其实但是里面就是各种暗涌。为了孩子，然后就是所谓完整的家庭，但是不意味着有完整的爱。不如是这样，这样其实挺好的。完不完整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要幸福，大人也要幸福。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人叫卡瓦斯，卡瓦斯 对。当三姨说卡瓦斯的时候，我们的聊天气氛已经进入到冰点了。这个到现在也没有问出来什么。你们俩又不想好，我来是干嘛的呀？不知道怎么聊了。对呀、啊。
因为我俩的情况我太清楚了。其实我们在原来在婚姻当中呢，本身沟通的也不是很顺畅，然后共同的话题也不多。嗯，有好多。其实有时候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张，你有没有意识到，也有没有一种原因是你会不会听得懂还是听不懂，这也很重要。嗯，倾听的能力。我并不是不屑于说跟你哈、针对你，或者说不想说，是有的时候觉得你不懂我在说。我觉得你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也就不说了，慢慢。其实说实话，我同时我也有这种感觉。今天我们俩玩的时候，因为原来我们今天这个魔鬼城啊，它是原来湖底，所以说它那个地啊特别的软，一踩下去一个深的脚印，旁边有那个软的那个坡嘛，它旁边写的禁止攀岩。那我就说了一句，我说真还真爬不上去，我说这土啊。一踩一个脚印，我那意思真爬不上去。然后郭鹤又给我来一句说，人家本身就不让爬，所以我俩一聊这个坑全都是岔着来的。你的理解是我在说不让你爬，不是，但是我说这句话 你理解我的意思是我要爬，但我的意思说这个事儿是不能爬，因为一踩是一个脚印很软，根本爬不上去，对吧？我并没表达我要爬，但他告诉我的是别人不让你爬，他以为我要去爬。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是我理解成是他要爬，然后我阻拦他，告诉他这个想法是行不通的。没有，我当时只是在想，如果大家都这么爬，肯定会留下各种各样的人为的痕迹。我只是这意思。我有可能觉得你是不是我们之间的婚姻日积月累，其实我有很多话说出来，你觉得我在否定你？不是，首先这个话题是我先提起来的呀，今天，但是他接的那个话不是接的我说的话的意思。我接的话，你会理解成我是不是在否定他？不是，你别老说我理解你的意思。首先，你理解我这句话怎么理解？你是理解成我要去爬？没有没有，我一点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跟我说人家不让爬？我知道人家不让爬，好吗？后来我俩一到这个份上，原来也是一这么一聊吧，就不说话了。那肯定不能再说了。我知道他是什么，我就。没法再说了呀，理解有偏差。其实你们俩之间呀，我觉得这在沟通上确实有问题，有障碍，有障碍。对，所以离了最好。那不是这样，婚姻家庭它都是需要经营的，这婚姻一定是需要经营的。锅碗瓢盆都会有碰撞的时候，很多你看着貌似很幸福的家庭，它都会有小矛盾，但是彼此互相迁就一下，互相谅解一下，在家里是可以的。跟你三姨夫不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那也不也是磕磕绊绊，也是走了一辈子，都六十多了。经营家庭，经营这个婚姻，这是必须得经营的。好吧，我懂了。但是其实我想想，我也经营过呀，不经营，我俩也不能再有这么十年这么一个经历啊。可能人有时候也都有极限，就是这个手段穷尽了，没了，你知道吗？也没有经营好，那就没招了嘛。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挺想复婚的，他肯定想过。昨天我不是那司机接我吗？还没跟你说这段呢，可逗了。他说郭可宇说了，还是原配的好，想复婚。别逗了，三姨，炸我！你是姓逗，要不然一会儿你问他。不可能，那真得当面对质。他说你说的，他说还是原配的好。不是，三姨，这玩笑真的不能开，会给张赫一些错觉，那个误会。又开始闪躲了啊！我是想看看你的，听听你的想法，真心的。你没这想法吗？绝对不可能复婚，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俩是不太可能了。因为现在其实是互相想清楚的，这种状态他也很习惯，他也觉得过得很好。我们现在共同目的是让孩子心里能因为这个事儿别受影响。
在我儿子边上啊，我看他眼睛里都有泪水，因为他心特别重，他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觉得现在他们俩都放不下来，两人都有点端着，挺明显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他们离婚时间有点短，因为两人也都没调整过来呢，这么快就复婚了，啊，估计他可能接受不了。他今天如果就跟我说三姨没问题，那这就不对了，这绝对是假的。我觉得需要时间，需要时间。三姨看得最明白，一切尽在三姨的掌握当中。那没准十年以后你俩就真又回来了呢。十年以后都老了，如果你再找到另外一半，你会觉得还不如他呢。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这儿，话给你放这儿。我知道，其实有很多是换汤不换药的，就是你找的一个人永远是上一个人，你认为有一些缺失的地方，能有一些填补啊，或者什么，反正也都看明白了。我其实觉得也是原配好，如果能走下去，那肯定是原配好嘛。哇。这很明显了，直球了。如果他们都没有结婚，这种可能性就有可能都等不到十年。我相信我今天这所有的事对他们来说应该也是一种促进。我现在发现没有绝对的事啊，你绝对不想做你可能就做了，你说我一定会做你可能后边就做不了，就不能把话说那么满呗。不能死，一定不能把话说死了，就是这样。前半段看得很甜，突然间又把所有的门关上。但我觉得也不算是关得太死吧，贺哥一直在前进，但是柯宇姐就一直想关那个门。但没事啊，一切尽在三姨掌握之中。等到我们做到第十季的时候，说不定他们就已经传来好消息呢。三姨很厉害，说的呀，直接跟你说，十年以后你老了，你再想一想。不跟你聊今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的沟通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了，改变了，就真的看到我们全是冒小星星啊！对啊，我对他们复合还蛮期待的。啊，我，你站在三姨那边，对，我站在三姨那边。在这一次的整个旅行当中，我就看着郭柯宇的转变。他从第一次他说十年前我没有爱过你，到了他今天已经愿意跟张赫去做这样的一些连接互动。那我在想说他是不是也觉得十年前的那一段草率的没有爱的爱情他有了一些错过，所以是不是愿意再要破镜重圆哈？还有就是他刚刚有几个小动作是让我非常的感动的，就是说你们去帮我们的儿子捡一个小石头，因为他们两个中间还是有连接的。最主要他们今天出来的那个几个状态啊，比如像郭柯宇精心打扮出门，对吧，坐骆驼要挤到一个，坐骆驼要挤到一块，然后这那个张赫的越野车他说那我陪你坐后面，很甜。就那些细节啊，还是让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挺合适的。但是他们两个当下我觉得开心，我觉得其实就够了。我的角度是我并没有特别期待他们一定要复婚或者是怎么样。两个人既然离婚了，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煎熬。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说，人都是攒够了失望才离开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他们曾经有多难过多失望过。两个人把所有事情都放下了之后去旅游，然后我们可能在里面会磕到一点糖啊或者怎么样，这种东西已经是他们很好的状态了。其实我们还是支持，只是在期待上，我是希望观众或者吃糖的人不要给他压力。对，你看比起我们第一天看他们那个时候见面都不知道该说什么，那现在已经好愁云密布。对，愁云密布。对，这不到十天的时间变化真的很大。他们俩的这个肢体接触越来越多，就觉得很甜。但是为什么就是一坐下来就是两个人就完全又不一样的那种关系。我们一般人讲话出来的那个内容它其实只占7%，你的语调占38%，身体语言占55%，语调跟你的文字
内容相冲突的时候，语调我才来判断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举个例子，你有看过那种男女生吵架，女生有一种方法叫做对你了不起、啊、我没生气，我没生气，你真男人，你是男子汉，你好棒、啊、你好棒，对对对，你好会阴阳怪气是吧。所以其实像刚才也讲的也是一样啊，说你们有没有机会复合，讲出来那句个词其实本身不是很重要，用什么表情，你用什么样的语调讲出来，它才会代表你的意思。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感性的一面和理性的一面，他们到这里只有九天，你在理性层面上，我们谁都会认识到不可能通过九天去解决我过去十年的问题、嗯、所以在理性上他们其实非常明确，尤其是郭柯宇，我这次来就不是为了复合来的，是的，我这次是说我们以后怎么相处交往，然后给孩子有一个好的爸爸和好的妈妈。可是呢，这个九天里面的感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过去是不太来往，我们都已经屏蔽了，但我们因为有各种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在一起，所以我们有感觉，我们有心动，那些都是感性。所以我拍拍你的肩膀啊，我愿意跟你做一个车子，我们有时候觉得很甜很甜，明明是一个离婚的节目，我们都磕到甜，其实你磕的是感性的那一面。那感性那边为什么它很迷人，就是因为它不受你理性的控制，只能等到他们有一点发展到无法自拔的状态，他们重新爱上了。对对对，行程都已经过半了，没想到这个剧情发展依旧是这么刺激，所以我相信各位观众也跟我们一样，也等待着下周三同一时间。啊，没有了吗？那一段没有结束了吗？下周了，不好意思啊。期不期待各位？期待。那我们下周再见，再见，意犹未尽啊，大家。我想看那个，怎么惩罚他？下一集才会有的。芒果 TV 再见爱人第二季嘉宾招募正式启动，无论是面临情感困境的夫妻，或是已经走出婚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爱与分别并不相悖，离别和重逢都需要勇气。如果你想加入《再见爱人》第二季，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报名吧。我们又会合了，又会师了，来吧，同志们，会师愉快。是，我今儿一过来看他俩住一个房间了呀。我们俩可以住一个房间的。哎呦，像兄弟一样。我俩可以。我不要跟你睡。我觉得你这屋又比我那儿凉快。啊，真的吗？我那屋好热。你是要跟我睡吗？你们家人来人了吗？我的好朋友来了。就吵了一架跟他。真的？我王哥什么都好。我知道自己很多不好。就是不改。哎呦，那你为什么要想着去改变大成呢？你不要转移话题，我就问你，今年成功了没？你觉得人生的真相是什么？这个需要坚持，需要要求吗，大哥？男生为什么要跟着你？你凭什么？我有一点爽。真的是好姐妹。我觉得都非常的可笑，太多事实不对，逻辑不对。后来我已经不想再说了。昨天特别神，就这种挂耳啤酒，大概买了20过左右吧。人他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后果呈现在他面前之后，他才会觉得自己要改。我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呢？因为我很疲惫。我觉得都是 bullshit， 不要跟我说这种话，这是一个坏习惯，非常讨厌的坏习惯。行，挺好，彻底让我尴尬。你就是这种尴尬的次数太少。他又要生气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很厌恶我喝酒吧，这是对我的一种报复。我可能要崩溃了，随时有一种要疯了的感觉。真的不应该再喝酒，我想回去了。别，挺好的，你成功了。你去哪儿啊？看月亮像一个彩月的哈密瓜，它照亮我们身着赤裸的盛装，手攥一张地图。上微博关注再见爱人，解锁节目幕后精彩花絮。
上微博搜索节目《再见爱人》话题页，参与精彩互动，为你喜欢的节目嘉宾打 call。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娱乐、韩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 Zucker， 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媒体名谢快手娱乐、快手综艺，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特别合作百度输入法、探探、智行、讯飞输入法、 WiFi 万能钥匙、彭颖轩、木鸟民宿、木棉说，媒体支持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京网、环球网、国际在线、金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三六零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香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花边娱乐、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